这里超漂亮的耶，可是公休。是那家也关，然后这家也又遇到公休了。Ultimately, I don't understand a thing. I try to do the best I can. 哇，三月。哦。对，我们想要去另一家了，然后旁边也在修路。遇到公休了，那我们还有你说还有一个第三家，如同之前车司机所说的，现在他们真的是清醒者在放假的感觉，可能就像垦丁的冬天也会很多人休假吧。这边还有一间卖烟的店耶，好酷哦，感觉是有很多不同的烟。Call it a disposition. I apologize for all your tears. I wish I could be different. 终于找到一间有开的店，然后再等我们的可丽饼。好吃，我是点卡斯坦酱、香蕉、巧克力、生乳，就是那种奶油，有些奶油在上面，好吃。我昨天呢、啊，就是从中间搭缆车上去。然后从右边下来转一个弯，然后不是走那个比较明显的道，是走那个比较不明显的 S 型，这样转过来，然后从这边再这样下来，有点难说，但是这就是我昨天滑雪的道路。昨天晚上就是看那个小热唱的2009猜歌，然后他猜对很多，我猜对很少，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化妆的时候呢，就是也在猜歌，然后就到了一首朋友之歌，是朋友之歌。然后我那时候就说，我跟你说这是麻雀乐团的。然后他说麻雀是谁？他就说没有麻雀，我说没有，绝对是麻雀，超笃定。我超笃定了，我说没有，而且我就比现在在凶十倍。对，他就说一定是麻雀，绝对。然后他就说，我去看，就打开是雀斑，然后我就在厕所大笑。超白痴的。好，你以后就是麻雀乐团。我叫麻雀乐团。你以后就组一个乐团，你就是麻雀乐团鼓手。谁要参加啊？是你啊，你要帮我弹吉他。就是这样一个荒谬的故事。现在变成复制人了。现在呢，天气还不错，清醒者的 outlet 就是很大。很大啊，就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很大。然后简单逛了几间店，现在要去吃饭了，又要吃了。但其实我们早餐吃，对，早餐刚我好像没有讲早餐的心得，就是它一开始很好吃，可是吃到最后就剩下所有的奶油跟饼皮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太甜太腻了。就因为我没有东西配，对，它只卖咖啡，没有卖茶，但它有喝了我一口，就是为了消那个甜腻感。但是我觉得它咖啡很赞诶，它咖啡才250。对啊，而且它咖啡是放冷都不会臭酸的那种咖啡。对，所以就觉得如果要去吃那间可乐饼的话，就是两个人吃一份应该是哈比较刚好。吃饭咯。 Into the one you can call your love. I don't know if I'll ever be enough. I'm throwing in my chips. I guess I tend to push my luck. 是我点的期间限定寿拔面，主要就是它有可能这附近的蘑菇食材，这边好香哦。然后这个是莎莎套餐。就是有寿巴炸的天妇罗跟饭，然后我们有点一个那个玉子烧。我们现在到楚巴萨爸爸开的荞麦面店了，感觉这些店生意是蛮好的，因为它还有英文跟中文的菜单。然后从车站搭计程车的话，大概是5分钟以内900块日币，就还行咯。因为如果走路的话也是要走半小时。 And ultimately I believe we'll be okay. It's so cliche to say these things but rap. 我们等一下在演 Terrence House。 好吃肉面超乎的，是不是面好喝？面是这样，雪真的是全身超酸痛，然后就是我现在手这边很酸，酸痛到就是那边的东西我手就是没办法伸过去拿，就是我不愿意用力去这样，因为你现在就很痛。对，因为我现在就很痛，滑雪完的酸痛程度是崩溃。
小朋友怎么可以那么厉害啊？小朋友今天一定很开心，都没有大人。对，他说耶，那两个姐姐不见了。对，两个挡路的姐姐，挡路的姐姐不见。对，然后我膝盖还是有点怪怪的。Petition is a key. I think I'm better when I'm with you.But I worry when you're gone, I think I need to learn to love myself. I must learn to be strong. So for now, we'll say goodbye. Hey, 我们现在在上电车了。刚买了这个230元的电车票。我猜它是只能用现金，不能用那个悠游卡。3:08一到，我们就要开车去中清景泽了。好冷，好冷，好冷哦。今天应该戴手套的，今天没戴真的是大失策。你好厌世。我没有喝咖啡。你没有喝，那你早上那杯什么？我想喝更多。Although it pains me in my heart, your words they come to me in memories. They sing to me like songs. It won't be long until I'm here. 你好像趴趴熊。很想睡觉。你知道什么是趴趴熊？谁不知道趴趴熊？现在就是看影片的人，很多人，好不好？假的。趴趴熊很久以前，现在又没有流行。I'll make my arrival under shady trees, a quiet street, the roads that I have traveled. Ultimately, it's a beautiful thing. Like 我们泡完汤了，这边的泡汤呢，就是有分室内跟户外的。然后我跟玄宝都比较喜欢户外的，因为户外的就是下半身泡在热的温泉里面，上半身可以吹冰冰的风，然后在室内的话就会觉得稍微有点热，然后它里面还有烤箱可以去，但是真的太热了，我就不想进去。Flowers blooming in a lonely field, the petals drift through crossing winds that find their way to river streams that scent the water beautiful. 我刚刚想一件很好笑的事，就是我们从第一天来日本啊，我们就一直说我们好期待最后一天，好期待最后一天，然后我们每天都说好期待最后一天，原因是因为我们最后一天是要大逛街，然后这几天都是一个养生、健走、运动的行程，都是非常不花钱的。然后我们两个就是一直想说，什么时候才可以大买特买呢？最后一天啊，我今天已经买了、啊。你就买个1500日币的。嗯，我还没买哦，我还没。啊、这包包也是啊，那包是我怂恿他买的，不算。他很坏、欸，就是因为他就把东西都放在这里。我们那时候我们这次来忘记带帆布袋了，然后就想说那买一个。然后就我就说，哎、欸，这个、你可以买这个，因为之后运动可以用。Beautifully, it takes me back to you. It takes me back to you. 记得我之前去北海道有一个地方也是很像这样，小木屋做的一个小逛街点。是哦，就是很树的感觉，很树，很树啊，树木的树。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我朋友推荐的烧烤啊，走14分钟，小心阶梯。OK， 然后现在就是变得比较冷了。我们刚刚本来要去吃六亭烧肉，然后他公休女王在吃。我们现在在吃也是 Terrace House 里面的成员有来吃过的一间意大利面，然后跟那个六亭烧肉是在同一条街上。And ultimately I could not prevent our end. I hope to God that we stay friends. And if we don't, let's make amends. 格吗？就格文哦，格。然后它超级无敌爆甜的，我从来没喝这么甜的玉米糖。他说是天然的耶，对，就是这边的玉米自己做成的。寒いしな。向いてそうだけど。なんかいいかなと思って、とりあえず始めてみる。我不想去体会热闹的世界，哒哒哒哒哒哒哒，在哪里？我双手插口袋，现在要来试喝这一个，在 Lawson 买的。刚刚元宝喝的表情就是很难喝的脸，所以我现在有点点，我有演，我有稍微演，我有点点就担心。嗯，它是什么？他写说他是 smoothie。嗯嗯嗯。あれですかね。別にそんな最初からそこまで。それが痛かったし。大丈夫大丈夫。気にしない。うん。あんまりないやつですけど。そんなすっとんげなこと言うの、皆
刚刚吃了，我其实觉得蛮好吃的。我觉得好吃啊。然后，就它是很清爽的泡面，然后面是很有弹性的，很像真的拉面。然后里面的这个大片竹笋我很喜欢，然后喝起来的汤也是清爽型的，是如果我下次再来日本，我会想要再买来吃的一个泡面。早餐吃绿茶，还有这个雪，他跟我吃一模一样的雪，我先买的。我没有看到你买什么，我们两个是分开进去的，雪是有默契。我们到上野了，然后刚刚 check in 寄放行李，在这个 Guest One Hotel 选择住这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明天一大早就要去搭飞机了，所以这边是一个离车站非常近的住宿，而且价格也很 OK。 对，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逛街啦。刚刚就是直接从清景泽搭一个小时的新干线到了上野，然后从广小路口出来。那刚刚就是带了隐形眼镜。And ultimately, I know that I can't complain. I know that you are doing great. Perhaps I was your one mistake. It's funny how we got so far. Considering my wishes in the absence of a shooting star. A shooting.这个小姐非常开心，因为她买到了吴亦凡的杂志。她超级兴奋的。哎，你看我们寻寻觅觅，我们大概寻了至少有三四家杂志店。你看她的战利品。我们搭电梯下去吧。她买完就要离开了。你是要去买点东西吗？对对对。哎、欸，我找超久的。对啊。我刚刚其实已经想说上应该是不可能，有这么开心哦？开心。好啦。哎、欸，我们昨天在寒风中哎。寒风。对。走了20分钟。我们走到寒风都没有找到，结果今天被他找到了。我刚刚其实内心有想说不要找到，不要找到。对、啊。没有啦，我就想要赶快找到，不然我还要再去一家。傻到眼了。拜拜。回到元素了，我们刚刚在，终于来到元素了，因为我们刚刚在新宿迷失了很久，有吗？不是迷路，是心理的，对，心理钱包迷失，钱包迷失，我们买了超级多东西，我们买就是这几天没有买的都给他买够。好，我们刚刚把我们的行李都拿去寄物了，所以现在是可以在两手空空。我觉得不行，你不可以告诉他这种观点。哦，不是。就是我们想说可以比较轻松的逛街 okay, 但是还是要小心，对，还是要比较小心一点。然后元素也好开心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人很多，然后好像很好买的感觉，有种西门町的进化版。台吧不是韩文吗？嘿，这边是我们的 Coco 的饮料店。哎， Johnny's 前面是那个你知道 Johnny 是吗？ Johnny 是谁？杰尼斯的店啊，进去，可以进去吗？杰尼斯的店呢、欸？哦，那个杰尼斯的店进不去，买不到我的阿拉西，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专心的去逛别的东西喽。Yes. 好失礼哦，你走这边好了。其实我是乱走，他就觉得来到元素就是回家的感觉。我只是觉得，哎、欸，不能。因为我只是觉得感觉可以乱走，然后看一些看不到的风景。对啊，我觉得还不错。对，右边那男的很帅。他说右边那男的很帅，这个，不是这个哦，这个哦，好吧，大家看不到 ，sorry 啊啊！到底是哪一个啊？我完全没有看到。什么穿什么颜色？就是高高瘦瘦穿卡其色系的。对啊，哦，就是刚刚那个吗？对啊，就是刚刚那个。他蛮帅的，他很像就是日杂上面走出来的人类。应该是说，我觉得我们终于遇见日本人了。我们在清理的时候全部都是台湾人。都是台湾人。对，就一堆家庭，真的很幸福的感觉。噔噔噔噔噔，不要太兴奋，冷静。我觉得你要到了。我觉得你要冷静。
热闹的街道。怎么办？我觉得我在之后会滑倒。It's the same life that I've been leeching off. I've been passing out while you're preaching trust. As I walked out of your house with that bouquet of flowers that you just bought for my mom, I started counting the hours until you would wise up and turn all your focus on coming home. And I've been contemplating all of the women that ever have blessed my life with their grace, and I have come to conclusion that despite their beauty, they have nothing on your angelic face.好吃的 Lawson 炸鸡必买，这是辣的，然后这是正在泡的意大利面 Lawson 大吉岭红茶，哦没关系 Talent House 然后住宿附近的章鱼烧，嗨，还有好吃的炸鸡二号，还有好吃的那个味噌汤，这不重要。哎，雨雪真的超大，为什么没有遇到？它那个雪花超大片的耶。啊，你看，我觉得很恐怖，我们飞就会停飞。但是想乌鸦嘴啊，超大面，超大面，超美差大片的雪。Need a better life than this. It's okay, girl, just leave me. I'll be here for you forever. You just call me if you need me.我们把 Terrence House 追到最新那一集，然后我们就是很生气，因为他停在一个就是刚告白完的地方，想睡了。